哎呦，谁把那宁正锦干啥了？怎么转？这个秤光转。哎，我知道，但这个可以拧紧，可以拧紧的这个。这是这个光转，还是这样拨吧，还是这样拨。两个可以了。这副笼子我都没看过呀、啊。对啊。我都不熟悉啊，副笼子。点一点，看小亮怎么想的。你问咋想的？哎，他做的挺熟的，我这一个月。那是锅。
Hello everyone. Now let me introduce our rabbit cage. As you can see, this cage is 4.4 meter, and the one is about 1.95 meter. This cage is 4 tiers, and the upper下来吗？不是还在那儿鸡吵着吵着，那香吗？管用不管用？应该能管。现在这样的管用不管用？应该。把这个拔了吧，应该。哎，你是在录像吗？不是，正在录像呀。录像这不一定能吃吗？能吃。但是这个直播的就没用了。那个显眼的跑是哪个？不能的，谁在播？没人播呀。没人播呀。感觉他们播不播吗？不播，不播我就关了。已经快10:30了，哎，10:20了。Hello。我手机电掉的也快， hello. 这才多长时间就掉了10%的电了？能听吗？关我？肯定关呀。说话呀！我管那么强了，不是跟着你说，是你这个耳机得拔掉。啊，说吧。那还有个不是跟那一样的？对。这样戴的像电筒吗？不晓得，你看了吗？你管得先整形吗？这点手也是学的。这个直播呢，不能录像吗？挂人啊？挂人了。一天一播呢，谁会把那个人赖了在那直播？还说出去了，以后就没事了。冻死我了，在这儿可以吗？那你成了疯人了。我俩吹火了。这个人你直接不讲了。细节咋说的呀？细节。detail 这是 detail 吗？
还有什么事儿？也没拿个镐，在这搞念呗。哎呦，找个教练太不专业了。那时候高可以就得想不起来了，然后看一眼。开始了吗？好嘞，这个没人说啊，你别在那对着这，咱这混，咱说的啥话都录里头了。录呗，有啥呀？谁看呀？就一个人，还是我开的。啊，你们这已经开始了是吗？啊、嗯。那就开始呗，录个楼上。你录你的呗。Hello everyone, this is Kevin from Huaxin Family. Now, I will introduce our rabbit cage. As you can see, this rabbit cage is full tiered. The whole side of the inside side is 2.4 meters long and 1.95 meters. And the没关系，一段一段录，一般。干嘛呀？他最后给你剪接就行。好的吗？干嘛要停？一次你只要是录像的时候，你就可以一段话一段话，大概比如说我十句话，然后我录一段，然后我下面十句话我再录一段。你要不就这样，光讲嘴，然后手指着，然后那不行。最后你再录音一合成，哎，就行了。别闹，到时候匹配不上了。那先存着欠一句都录。把这个拔掉得，要不然听不到声音。把你的手机外面那个皮给它扒下来呀！我扒下来了呀！扒下来怎么还这么厚啊？你穿几层啊，大弟？青蛙。有点少。标签都不够。像你这个耳麦，我感觉没有声音。你比如说是青蛙呀，没录下来声音。站到这儿啥都录不到，你就站在那儿就动不了了。你这会儿，你的一只手都在前面，它这个长的倒是不错。不过那无线的应该管用的话，那也好了。无线的也管用，但是不降噪。那对，它不降噪。我加上唱点瓦子不可能吗？你瓦子它这样一唱就降噪了。它不是唱，不是套个瓦子就降噪了吗？那只有这个降噪的那个小模块。瓦子好了多，就带上那个一种。我就带上，接着到时候带个瓦子就是。是是是，这是物理降噪。啊。只要你用那专业，但是会好一点。你正儿八经的降噪就是像这样的。你这个会着了，这不亚于那个单反，不一样了。太快了，亮哥，你那个语速，亮哥，你讲的太快了，慢点。你先吃不着了吗？不，害怕客户没听懂就没了，讲慢点。是你的是吧？是我的，没电了马上。30的电开播，这才多长时间？17分钟，30的电就快没了。我
手机充满了，来，我手机掉电掉太快了，没充满。把后面设置一下，这应该坏了，换了，不是，设置的问题。那时候我刚生病的时候，打了好几个月的游戏，或者充了电脑，电池也打亏了。现在在床上没啥事儿，我就打游戏，我就打亏了。头发剪剪，买点发蜡什么的，头发收拾收拾。天天这个这，我见着老板得躲着走。嗯，见着老板得躲着走。躲去年、嗯、去年前年我都留着长头发，见着就说我了。哈哈。因为头发真个性啊，然后我剪短了一会儿，还是这个头发看着好一点。哈哈哈。笑得很。我到时候弄完音质咱不清楚，咱回去以后可以用软件去进行处理，软件可以降噪。我看你们都喜欢用这个，有弹性，还是有弹性。我就说，我说所有人都喜欢这个。那应该是什么？我没有说错和对，我就是说你们都喜欢，所有的人，我发现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个，这个词比较真实一点，就是没有错和对的事情。反正我是觉得说这个词挺简洁的。我是喜欢这个词，我是喜欢这个词。那正常的话，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我不是说某一个人，我昨天我说看他们，说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说。那他们应该说，就是正儿八经的应该说什么 ？Take a look， 还是 look at this， 还是？你说我还是想，那不就是这几个词吗 ？Look at this， 是吧 ？As you can see。Look here， 或者说就一个字的 see， 我也不去写的稿子，把这些都录一遍了。和是不一样的，那就多录一录。把那个第一个那个尺寸不对，不要录了。这尺寸怎么办呢？什么？你把那个大概的性能给他介绍一下，这个是怎么工作的？它就是原理。你比方说完那一个 S， 很高的。无非就是高分，那个就是你说不卖的那个，是吧？但是我们还是有，不卖了，就完全不做了。是吧？你想那样穿，说那个，他那个，它内部结构也不行，它是单核。就比如说我们这是单核，它分析的，就是我们教的。重点啊！可以。
那你咋定呢？我不想玩了，这个东西。你咋定呢？如果说，如果明年你来，我觉得这真的，因为这些东西获得太容易了。现在不是说以前看不到这些东西，我第一次今天直播我能看到，咱因为太方便了，拿个单说，单说这个，单说这块怎么去把人弄起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你自己去主动平台去找，邀请人家平台；一种是你自己在这个平台上把台历做的特别严谨，等着人家，对不对？咱们如果像在平台上去把台历弄上去的话，这个直播就不能停，你一直直播下去，一点不能停。反而在家最上面，你看看他有什么。但是起码有人进来又走。那是每个人都需要的直播，跟我们还不一样。我们专业的技能，他是每个人都这样的随机。这些空调什么，所有的你生活用品，它全都有专用电器。就至于这些东西，它不留自己，它看一看就走，看一看就走，走看一看。反正不管说怎么样吧，反正肯定排名靠前以后比这个效果要好一点，起码有人进来，进来有人走。但是农业机械这块本身也没几个，本来有几个，这可能。基隆，特别是而且基隆就俩。我就而且我们还没限制。他们那边还有限制，那更没人了。我跟你说，我估计连个油耗都没有。如果是你直接邀请客户的话，你就俩窝三五一片儿，啥都有。没进来，我都播了。